我们三年前从乌岩村醒来，除了名字以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们找身世都已经找了三年了。七，我们一同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花开并蒂，你们二人的命运密不可分。你们二人与九泉恐怕大有联系。七，我怀疑他跟你的身世肯定有关。锦昭，你的身份隐匿，再追查下去恐怕会危及你的生命。我只想要一个真相。明主，我不是明主。明主现世驾。七儿，其实是我余族少君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紧张，我的记忆好像都回来了。那我呢？我要在哪里？我的记忆在哪里？我会。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引导契合越今朝成为最锋利的剑。无论过去如何，未来始终在我的手中。